块钱，那我们做掉就是要交20以上，这是很大量的，如果一般量会得30，三倍。我们这个也没算安因券，它是这样的，就是说是这样的理解。我刚刚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比如说我这个28寸左右这个芯片，那我的RAM应该就是用一个32寸的芯片切，就32寸的，就是我32寸我就把它切成28寸或者29寸。那么我28寸29寸呢，我的定价就是在32寸那个8寸的基础上来定价。那它明年原来是1000块钱，那我们这里是很大批量的，可能会做到2000。或者是做到3000，就是翻2倍或者3倍，一般是在3倍左右，就是一般的量是在3倍左右。那么如果说很大的量，我们可以谈嘛，比如说那个几千个或者几万个，那是不是谈了2倍？是不是还可以谈得更低？但是绝对会比原来那个32寸的要贵很多，因为是在软件上把它切了，又有损耗，又什么加工？因为他刚才说那个拼接墙的那个，那么一个拼接墙，比如你原来是买10000块钱，那我可能至少就可能就2万、3万，这样。看设计，他是用哪一个尺寸来切？以那个尺寸为基准，这样子。今天买多少钱？